K-pop 粉丝们经常在机场近距离接触偶像，这时都会给偶像送礼物或是送信表达支持。但为了偶像安全，经纪人和保镖还是会适当的阻止粉丝们接触偶像。而 The Seraphim 卡扎哈是接粉丝信件高手，常常在经纪人不注意的时候，快很准的接收粉丝信件，甚至快到连经纪人都来不及阻止，只好一脸无语看向粉丝，再看着卡扎哈的背影。这些卡扎哈接信影片也在网上疯传，网友看到之后也笑翻，纷纷直呼卡扎哈简直是忍者。经纪人的表情超傻眼，对上粉丝视线只好尴尬笑，一副刚刚发生了什么，怎么信一下就被拿走了。粉丝们也都称赞在机场也超宠粉，卡扎哈实在太可爱了。